讲到这个有时候， Rachel， 哎呦，财运，瑞秋姐姐，是啊，瑞竹，哎，你结婚之后，其实你在娘家在台湾这边还是有投资，还是有投资，但后来因为经济不景气，就也受到影响。有啊，像我之前有做一个那个烧烤店，就是在微风，就是弄一个店啊。就直接就下滑营业了。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三名，大概都维持在整个美食界都在第三名。那他营业额一下滑，那就是变成我们本来有的利润就没有了。那变成大家就是可能就白做工，后来就一次也没有赔啦，但是就因为第三名还是就整个还是下来还是第三名。然后所以就没有做了。所以这一段这个什么经济不景气啊，中美贸易大战的时候，你就想说那我就平平静静过日子就好了，就不做投资了。我个人投资是比较没有，但是我们还是事情还是要做啊。我是有在画图啦，我要出绘本，这种事情比较不会花什么大钱，可以做一做。你要出绘本？对啊，也是那个绘本的名字叫就是有关爱情方面的，就是其实如果以实际实用性来讲的话，它就是讲一些爱情上该注意的事情，可是这是很浪漫的，我把它写得很浪漫，然后用画得很浪漫。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这样子个性的人家世界哈，不管是贸易大战啊，或者是什么军武演习啦哈，你们都没有在管的，每天在画自己画。对，我就一边画爱情，好好。然后你的世界就是你自己的世界是跟所有的外面的纷扰是没有关系的，其实也蛮好的。有啦，外面的纷扰就看一看，然后笑一笑，然后继续画图。我是这种人，这就是仙女，真的是属于仙女系列的。仙界的没有啦，还是有啦。像我先生他还是最近还有弄一个那个一个庄园，然后是叫暮光森林，然后他们那个地方是大概300亩吧。300亩很大，在300亩，它是婚宴场。你知道大陆虽然听说是不景气，但是其实你只要愿意做点宣传或什么，那事业体还是。他结婚谁都希望自己的婚礼是很梦幻的。是啊，那你要帮忙去经营管理吗？没有，我就是看一看，有时候提点意见这样子。然后我那个你因为会没有人，他那种8栋在一个很反正300亩很大，有草地，有湖，有什么有还有小40间的那种住在树上的房子，树屋。对，然后还有还要他准备要在里面建1000家的那个美食街。所以他因为他现在都没有，他现在就8栋很漂亮的那种大建筑，欧式建筑里面就专门。那你要注意哦，刚刚那一个煞气哈，回去还是需要买8个回去放。对，他就8个金瓜回去放。对啊，应该是。对，然后他就是那种办婚礼，晚上都很热闹，就是络绎不绝。没有任何一个厅是空着，所以他们在那边的那种就是一般人的生活还是过得还可以啦。就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因为之前他们有在开那个顶上鱼池40几家在中国，那现在都收掉，因为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做那种比较豪奢的，是包含珠宝，对，所以就现在就变成比较庶民经济这样。我们觉得事实上也是啦，你看他拍给我照片，稍微做一点小宣传，人很多。你不管说世界发生什么大事，或者老公的生意怎么样，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吗？你都怎么调试？你完全靠画画吗？我基本上不太会受影响，但是因为我受训练很多，我不是一般人。可是一般人的话，我建议可以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有一种援助法，就是你说回到家里你会很累，像有的时候有些人很累，所以我这样帮了很多人，常常帮我先生这样做。我示范一下好了。好，就是我需要。对，他蛮需要的，他看起来是蛮需要，他的内在现在有很多的能量，你可以帮他调顺一点。喷火。对啊，对，婚礼之后，他差不多已经是属于小只的哥吉拉了。给我小只哥吉拉，就是你这样子，先面背对一下那个背对大家，不然你先站一下，站起来，站起来，好，对，然后他这个是从上面到下面，这是一个叫神经援助法的，至少3次。然后这个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遇到事情再刺激的时候，他会紧张，紧张会有滞留波卡在神经上面，他只是把那个滞留波推掉的一个概念而已。这样上面下来，然后再变至少3次，然后接下来往旁边拨，这样子，然后这样往内。那你拨你的，他需要想些什么吗？他也不用，他就是说拨快一点之类的，他就感觉我的手这样子，就感觉我的手。这是其中一个，这是后面哦，然后接下来做前面。好，前面。前面的话就避开胸部，好哈，这样子往旁边拨，这都是神经的方向，那再拨回来，这样子。然后手，
就是老公有情绪，心情快变哥吉拉的时候，你帮他这样做，你就叫帮他做，他会立刻平复下来。然后重点是说，你帮他做的时候都穿成现在这样子，哎，更性感，穿成这样啊！哦，所以整个哥吉拉的那个上火就都降下来了。每个家庭当中，每个太太如果都愿意穿成这样，这个老公上不了火，他就会更上火了。其实也不会这样，但是从上面到下面就要拉出去哦，要把气把它排出去，然后左右要相对，负面能量让它出去。对，你可以说是负面，它其实是滞留波啦，它没有什么怪力乱神，就是都没有。了解了解，就是你可以把哥吉拉的那个火气都把它化成至少三次青草茶，都把它流出去。对，然后脚也是，脚也是要把它要把它推出去这样子，然后滞留波左右两边都相对做，对，是左右两边自己可以做吗？其实有时候啊，以前我以前比较会，我现在都不会了。但是以前有时候累，就是有酸，对，那你就会这样自己也是这样。我的话，我就是加大那个空间感。就是像有时候我的注意力只有在我，因为有时候不开心或是担忧什么事情，注意力其实卡在身体的。那其实人要稳定，他的锚点，我们有一个锚点，锚点是就是锚。对了，那个有很多其他那个，下次我们找时间再来聊。心灵疗法。就说这位啊，这位瑞祖现在自己有很多的特异功能。没有啦，就感觉这边不顺的时候，他走在马路上一直。没有，赶快自己排一排，是不是？滞留波出去出去，嘿嘿，等候啊，那等候啊。哦，今天台湾来仙路啊，对呀，吼。